马来西亚甲栋慈济大爱幼儿园第四届毕业典礼在吉隆坡静思堂举行，71位六岁毕业生将迈向人生新旅程。敬茶给师长，向父母顶礼三拜。慈济幼儿园重视孩子的品格教育，让他们时时都懂得感恩及孝顺。是都蛮感动的，因为看回他三年前，3个月都每一天都在哭，然后突然间的转变，这样子回到家，他会自己自动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。有时他会提醒我们，哎，妈妈，你不可以这样子讲话。在家里有帮妈妈做什么？晒衣服、收衣服、帮忙折衣服、照顾弟弟。心里难过吗？不难过，要离开同学了哦，还有老师吧。我还是会放在心里面。班登英达大爱幼儿园也迎来第11届的毕业典礼，26位毕业生演绎有趣的歌舞剧及善用环保品进行鼠来宝演奏。典礼上，父母分享孩子的成长，他会劝诉，就讲啊，你们不要吃肉啊，你们要吃多一点菜啊。我们出去，他会鼓励说不要带 plastic bag。我就是跟爸爸妈妈请喝茶，感恩他们能把我养大大。老师们也透过手语呈现，祝福孩子们茁壮成长，迈向灿烂未来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张志亮、陈志仲、林奇斌，马来西亚报道。